好，艾草呢是常见的中药配方。花莲慈济医院透过老化老鼠来做实验，发现艾草水萃取物呢可以稳定干细胞的状态，有效来改善老年老鼠的肌力跟记忆力，具有对抗老化的潜力。那么研究是已经是发表在美国老年医学权威的期刊，并且将持续找出艾草对人体的注意。老化是人不可避免的过程，因此寻找各种方式抗老化。花莲慈济医院经过研究，证实艾草更有效帮助人体抗老化。艾草水萃取物可以稳定干细胞状态，改善老年的整体健康状况。心脏收缩能力增强，那整个功能也恢复回来。同时呢，在于它的肌肉这个手抓力部分呢也恢复，那也就是告诉我们，也许将来对于老化的肌少症会有所帮忙。它因为这个功能主要是它强化了我们体内的脂肪干细胞啊，对这些老化器官呢做了非常好的修复作用。日前慈院已研究发现艾草萃取物能有效改善巴金森氏症小鼠的运动功能，这次实验发现老化的老鼠喝了艾草水萃物一个月后，心脏收缩能力增强，身体功能也恢复，对于改善肌肉以及记忆力很有帮助。也做出了一个临床的研究啊，证实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从艾草每天熏我们的足三里穴，真的就是可以长寿，而且我们也证实了说干细胞可以提升。艾草水萃物在未来能应用于临床辅助治疗心脏衰竭、肌肉无力萎缩及阿兹海默症等老化相关疾病。副院长何中荣提醒，使用任何中药草都需经过专业中医师评估，才能安全得到治疗效果。记者张邦彦，华联社报道。